再唱一遍。台湾，台湾。喂。我要听馒头的。馒头人。妖怪。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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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头手，他就是翻头手。听这个，这个好像很酷哎。它是蓝色的妖怪徽章。今天煮的拢有用椰子油吗？只有那个半桶。哎，阿伯是虾米油呢？吃起来有点怕的。都是猪油啊。都是猪油。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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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名字呢？啊，巴勒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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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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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叫叫叫！叫叫叫！为啥这个？我觉得刚才那个才好笑。刚才我用的那个。哦，这个，这个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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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这个很好听啊。卤嘛嘛是用猪骨用猪油吗？还是干那正常卤？卤吧应该唔免搁另外加什么油啊吧？我给它加一点点猪油在那。别看这个邪恶。今天的那个是梅花肉，它没有。而且我觉得卤肉没有加糖。臭眼花子，臭眼花子，我改天再用那个啊。
那个吃澡堂笋呢、啊。明天到赤澡堂存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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